装餐点，这里先帮你做个整理，可以先去拿饮料了，谢谢。谢谢。嗨，各位，这是2021的最后一支影片了。因为抽到了台北熊好券，所以就跑来台北吃免费的 MOMO 寿喜烧，而且我是第一次吃 MOMO， 也太好吃了吧！应该是。我看到这边了。哦，真的。好，三楼了，这边我先开。啊，你。看看这个画面多美丽啊！冰块超多，很难叫。也要出一个活羊日拆专辑的过程就跟那个人生一样困他的那个什么有没有那个轴是真的真的是太厉害，原来是这样。哇，谢谢学长，太聪明。2013年演唱会的照片，哇，就是他在唱 All Too Well 的时候弹钢琴的照片。然后这个是他在 Rain 开场的时候的衣服，里面的歌词哇，很多都是 Rain 演唱会的时候。哎，有啦，还是有拍一些新的照片。啊在里面，哎，这张照片好漂亮。All Too Well 最经典的桥段，就是中间要疯狂甩的。There's not much to do when all I can。2021的12月，大概是我活了21年来最充实的12月。台北、宜兰、花莲、台中还有台东都被我拜访了一遍。不过人生中大概也只有少数的阶段能够如此拥有在平日旅行的特权了吧，必须好好珍惜。我真的是把今年夏天被三级警戒还有暑假实习绑住的时间用一整个12月给补回来了呢。我们要走咯，加菲，拜拜。妈咪，哎，不要再进去啦！阳光出来喽！是有五倍券就任性好不好，直接点这么多。请问你是朱自清吗？不是啊，我们要去搭捷运然后转火车回台中，帮我拍一张照。哇帅，干嘛？东协广场我们要找菲律宾的炸猪皮，结果都没货了，不知道为什么。时光飞逝，这是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冬天。其实想一想，我的大学生活实在是平淡无奇，没有精彩的夜生活，也没有翘过课，每天就是忙着学校的课业。我几乎都把精力和钱钱投入在每一次的旅游，然后就可以顺便拍影片经营这个频道。今年实在是很意外，因为一部24小时铁路环岛的影片，让我在11月14号达到了1000订阅的门槛，实在是很谢谢大家的欣赏还有支持啦，我超级感动。
好可爱哦，一直要蹭我。我走咯，拜拜，拜拜。会说意外，其实是因为我的频道四年多来都是佛系经营，我也没有要当 YouTuber 的意思，这里纯粹就是记录回忆的地方而已。不过还是要再次谢谢大家的订阅啦，有你们的肯定和欣赏，我也有加倍的动力去做好每一次的记录，真的是感激不尽。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的影片见喽，拜拜。谢谢叔叔的招待，期待再相会。好，把这个，这画面真的很好，很棒。谢谢你的招待。